变成是高盛所唱的幸运的灵魂。我们请问一下，今天是灰石不是白石，不是白娘子，你应该穿那种白色的。哎，不知道怎么接哦，反正一样漂亮。白色有创作了，换个别的颜色。是是，反正很多嘛，听说有上千套左右。没有没有，才三十几套而已。啊，我以为换一下要千年等一回了。哎，回一次大概一年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我今天要唱的是《千年等一回》，我有回应小天使哦，就是我们的徐老师。来，现在开始了，谢谢大家。千年等一回，谢谢。小提琴老师是婷婷，那在华山 college 的啊，得到美的介绍啊。那我们的 saxophone 我们的阿川老师啊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的灵魂人物，我们的 keyboard 手，乐团东克一的，哎，我们的许坤龙许大师，谢谢，大家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，欢迎用。我今天特别爱介绍哦。
咱今仔足难得哦，会当请到婷婷老师来，伊即摆是拢伫个迄落冰冰秀，冰冰我冰冰秀啊，伊今仔会当来遮吼，真是不简单哦。一个孔锵乐团的高级礼品呐、啊，谢谢谢谢，无气量，今天无气量再来叫我们集团哈。啊，真的婷婷老师哦，我上次去台东看陈杰的演唱会的时候哦，哎，明明呢，我坐了第二十排，看到我台上那不就婷婷吗？跟我站在两个身份的议论，那、啊、果然是他，那、啊、果然是他。本来就想讲要冲到去下港舞台头前在，嗨嗨嗨，今晚抱起来啦，嗨嗨嗨，好好好，来。来，我接下来安排的曲目哦，是《星际管理道》。咱古早讲哦，台湾有一个较有名的，算应该讲算城市啦吼。一户二落三房大，是决定。这个决定是多样，就是卖点子吼。点子它在某那个决定档吼，那个推自家都有存量在。后来是因为没啥业绩嘛吼。你看咱在南部接收的叫钢套。就是钢靠在内陆啊，他在五线就钢靠，他在就是钢靠啊，船啊，他在莲花岛遐拢有船啊吼、哦。你看迄个麻豆公司哦，伊遐龙虾就清楚的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外景港吼，在林森做景观吼，那介绍讲外景港吼，这里说吼讲甚至咱的印象是讲也风炮出名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参照一个，我就哦，美国伊比较早的一个会长啦，哦，啊就说今嘛就移动去，哦，说作为一个国债古迹嘛，重新修复，哇，那渐渐的啊，提振这个文化保存的活动，哦，来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欣赏我们真正为我们带来这一首《雄鸡和鼎杠》，来，谢谢，应景一下，因为刚好也快八月十五号。听我一下
首批广告档。谢谢各位来宾的掌声啊，非常谢谢我们真真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啊，首批广告档啊。接下来来的是。